是我最好的兄弟，江宇，我告诉你，你欺负我的事儿就这么算了，但成绩就这么样，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冤家债主，别，你干嘛？咱们原谅我，原谅，一百分原谅啊，十万分。冲人说话，这孩子身上像不像？你说什么？真假假，傻逼！你看不出我在成全你吗？我和你绝交，我喜欢的是你。 你有病吧？你谁呀？你把我不是你爸，我是你妈。他不是我爸，是帮狗屁精英，我根本不稀罕。哥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有问题？我有什么问题？假如你有一个上尉谋面的儿子，你会想见他吗？陈立达，我会尽自己所能，帮他实现梦想。 烟威店，拿了冠军，我能变成臂章。他对我最在意的人。这什么情况？我们两个的意识世界中间的连接断裂了，再轻易的计算意识都会出现漏洞，抓住这个漏洞，都已经晚了。总有一天，一定会再相见。